先生，早安太太，我要自我介绍，我的名字叫乌米曼哈顿，我今年36岁，我结婚了，我有2个小孩子，我的身高156公分，我的体重48公斤，我的信仰回教，我的学历初中毕业，我以前工作在台湾3年，在新加坡1年多照顾阿妈，我会出差煮饭、洗衣服、当衣服、打扫房子很等等。我要去香港，因为要赚钱给我的家人。到香港，我会好好的工作。谢谢先生，谢谢太太。